我又把这个桌布换成蓝色了，我觉得还是蓝色比较符合我的气质。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？蓝色跟刚才的米色。其实我的沙发是这样的。恢复到了它原来的样子。这个布蹭脏了，特别的不好擦，所以我就把它套了一层沙发巾。从网上买了块毯子，先量一下地面的尺寸，1.2米，这是1.2米还是1.12米？60。你说说我是咋想的？啊？怎么能先搅那儿呢？少了一块。好好块毯子，让我搅瞎了。这会儿知道什么叫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了吧？就我这种。整好了，看看咋样吧。反正这东西自己喜欢就行，甭管别人看着咋样了。整体来说还可以啊，还感觉还不错。又买了两个沙发套。呀哈，这档次马上就不一样了哈。不错不错，嗯，可以，真的是非常不错。这两天降温特别冷，给这狗冻的都不自己睡了，天天就黏糊着我。难道我身上热乎？